在七十多年，我感觉就美国和俄罗斯也很帅了，一把把那个叫航母和那条也还还就帅不？他总统有病啊！我，怎么你来到我后面买给你？睡好了。吴三桂，吴三桂，吴三桂，一样一样。然后他话出绝句，话开局不一个样嘛。张某喊正规，他喊你了嘛？也有时候也走顺风。我不走顺风，不走嘛？我别人后手走啊，是吧？是别人的马虎藏驹。你说完怎么马虎藏驹出来了？胡龙花七八十年代。我是上马还是进去那两？眼底藏花嘞，这眼底藏花呢？那是葫芦花七八十年代都是黄色的漆。上马，你说我的是啥？干到这个面，我看谁像？那老刘啊，哎呀，不对，你不来外头暖和，来外头能出去转一转。来外头，夏天在外头呀，晒着太阳。我还没进入状态。这多厉害呀！谁敢和他？你说的是俺老弟。看你来网上，我这你这来网上下的这么精彩，平常下的不大行。我是吧？反悔不得出来吧？那网上写起没有眼。你说的真是，那也不太准呗。马虎藏驹，我知道不是嘛？那是。你，我昨天我就说的，你看毛主席那时候毛建的时候，都有下这里，把抽下给这个孔明抽。你现在，特别说这张伯克拉不又和抽下来了，就是。知道吗？你现在他啥叫胡同面？多么上火！多么有名！哎，是啊，那某些大洋啊什么，也是个化成阶段的，啊，化成区的。你说烟瘾多少远？对。黑漆是吧？嗯，这你好像有点问题。马虎藏驹以后叫黑龙江黑龙江那个漆是有点快的。黑龙江就赵国荣了，好像是赵国荣，应该。给我做事，不就换了？不的话，你换了做事了。换了。你换了一做就死了。就死了。他扛不住气。啊，扛不住气。没也刚不到了。老魏多少有点干了。这年看出来的。这苹果看着，俺给你封锁了几个。苹果看着不能吃香吗？吃下一些地方。这小子养吃了，没啥养乱。我管要这贼些地方，是啊，直接在桥上买下去。那非得听你的，是吧？你虽然是来网上说家务不是你的，但是下面俺也没家务不成。我是下面。没事啊，东东，俺就不听你的。我现在是来低头，你说俺搞那搞进去是吧？你能逮到眼睛啊？嘿，打着啥有困难？咋着的你？咋着的？就刚一上。咱俩不打到八杠嘛，是吧？三杠是，你有佛都就刚一了，你还不讨厌他？咱不是十杠了那个？十了杠呗。十了杠，我轻易不十，他妈不上学。啊？我轻易不十嘛。哎，你欺负那不懂的。你到那个光头，你不看烂吧？是吧？人原来也不孬，我对中国确实也有。哎，最近做过事情，做的还挺多。那三十多个亿，三十多亿投入这中国投入三十多个亿，都买上那火箭发动机。那俺关键是人家普京这事，不是天然气，你给咱中国带好几百个亿回去了。这他是说的乌克兰的事，那他买上那个火箭发动机啊，后来就是。美国的川普党，
把他那啥，下血泼嘛，那骨血啊，少不敢少泼了，哦，下啊，对，那那死人中国在吃苦，你少泼是叫人吃苦，我以为下打一枪，打一枪，他有几块，不让卖，不是美国不让卖给中国，就随便吃的，我抽过，抽过死，抽过让我泼，他不让，是吧？哟，他抽掉他胖了。嗯，我这个乌克兰有时候可以打打的。对，那他确实就美国吧，吃了。哎，那也不要吃了，他来吃嘛。一讲上，啊一讲，真是。这气不大行了嘞。嗯。美国乌克兰和中国一下确实挺火的。哎，你看那个，他那个韩国人那个来了那六百多个团队，六百多个专家团队，乌克兰都是来吃吃喝吃。你说后来那个黄文娟那个呀，这些啥都叫他。哦，这里还有个毛病啊，都把他放过来。嗯。我那个普京从中国肯定是什么了？肯定是得到了许诺了，还是？哎呀，对。哎，那普京从普京来的一早，那叫社交是呼吸给倒闭了。放着装都发挥。活这种气候，活的是不长，又不干的嘛。活的是不长，又不干的我看。哎，他看活的，我看又不干的我看。下来讲吧。又不干的，他活的是不长。肯定是得到了许诺了。短期麻豆。短期麻豆了。咱家我不说。俄罗斯都是不跑掉，不丢掉啥个？那中国嘞，叫经济在做后援，明白吧？中国，等我回来了一趟，回去就扒他了，回去扒他了。Yeah.